好，我是 Ella 陈嘉桦，我的最新单曲《都几岁了》已经在 QQ 音乐独家首发上线了。各位听了吗？这首歌是很好听，你们喜欢吗？你不喜欢没关系，我个人是真的还蛮喜欢的，我相信你们应该不会不喜欢到哪里去，因为它真的蛮好听的，好不好？那在这边呢，也请帮我冲击 hashtag QQ 音乐巅峰榜 hashtag 的新榜单哦，好不好？新歌榜，拜托拜托。